Hello, Asia One。我最快乐的就是今年要结束了，今年我的工作量呢还蛮多的，就一直在忙。明年会有两部电视剧可以拍，一部叫《大丈夫》，另外一部叫《老友万岁》。当然，今年年尾我会制作一部《自身出击》，就是《The Goodbye》动作片，会拍到明年四月。其实现在葛平是我的老板，现在我刚刚拍完他的《好姐妹》，他就是里面的监制。我是希望可以跟 MM2 合作动作片。你希望演动作片呢，我就希望演搞笑片。